朱莉近日前因乳癌病逝，享年40岁。家属从7月14日起，一连4天为她举办追思会，让演艺圈好友还有粉丝们可以有机会陪她说说话。家属也于18日凌晨于朱莉静的粉丝页表达感谢，也恭喜 Miu 毕业快乐。透露这4天来，约有1000人前来送别。每一张留言与卡片，家人都会念给他听，让他带着满满的爱去展开另一段全新的旅程。至于告别式，家属透露，因为 Miu 是家中晚辈，所以将低调举行，不会对外开放。同时，家人们也用 Miu 的笑脸和签名来制作小贴纸，除了替他传递最后的感谢，也希望将他的祝福与正能量分送给大家。